今天吃这个新疆爆辣炒米粉，加了点米粉在里面。
好多油呀。满嘴油。吃饭了，今天吃这个外婆菜，四季豆，雷辣椒。不好看。
口罩位置。你给他起个名字、啊、对呀、啊、给你给他叫番茄什么名字吧、啊、竹笋炒肉竹笋炒肉哈就这样竹笋炒肉知道是什么吗竹笋炒肉我不知道等一下请你吃一顿竹笋炒肉好不好好啊